爸爸拿刀追我，孝女为师之父抛夫弃子。好，来。你慢慢摸起来就对了。嘿，哦，啊，这边来好倒咧，我都唔惊。娇小的施庄荣抱起年迈的爸爸，虽然吃力，但每个动作都小心温柔，因为对他来说，这并不是一件苦差事。就是享受哈，我们要用我们的用亲情来享受的。施庄荣远嫁台北30多年，终于等到退休可以含饴弄孙，但在6年前得知爸爸失智，需要有人帮忙照料，他二话不说，立刻搬回台南居住，担起长女的责任。只是生病的爸爸不但不认得他，还企图拿菜刀追砍他。没事啦，爱一点啦。他没有因此逃避，反而用更多孝心，一点一点唤起爸爸的记忆。今年爸爸因为糖尿病没了一只腿，失智失能，生活琐事都需要人照顾，让他想起以前父母也是这样照顾他，现在只是角色交换而已。不管伊安怎有状况，就是拢我爱家己照顾了，我袂放弃。如果我真的不行，我儿子他们也会代替我照顾你们。董新闻综合报道。